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系曹永廉啦。嚟紧咧，我嘅偶像咧，黑妹姐咧，佢会喺21号喺温哥华咧，做一个演唱会嘅，希望大家大力支持，因为咧，黑妹姐系我由细听到大嘅一个偶像嚟噶。哇！足足咧，我兜到嚟而家咧喺西雅图啦。咁咧，但系咧过几日咧，我就会去温哥华同大家见面啦。多谢阿妹姐，咩多谢你，多谢你，阿妹姐，妹姐，妹姐。咁啊，到时温哥华见啦，期待期待。就系10月21日喺幸运酒家嘅黑妹演唱会，嗱你唔好话听唔嚟啊，一定要嚟，早啲订飞。嗱，不过我听讲咧就 VIP 系卖晒噶啦，但系都要嚟支持。OK，see you there。唱歌好，人好，搞笑乜都得，掂啊！大家到时支持。